十几块钱。哈？二十块。我们也没有钱了，我们钱都卖光了。怎么玩？累。是还要买？还要买？需要吗？这几块钱。2块。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？哪一个？我需要 pink 的。改，他说改。谢谢阿姨。还给我钱？我们没有钱了。没有钱，我给你一个哈，可以不？哎，好。我爸爸去别的地方了。你说谢谢就可以了，谢谢就可以了。谢谢。谢谢谢。说谢谢就可以了。姐姐，哥哥帮你争取了一个玩具，你要帮哥哥呀。拜托，可能阿姨就送玩具给哥哥喽。这个就是哥哥拜托阿姨送给你的呀，对不对？看，你看哥哥都要哭了。那我拜托这个就变成你了。哦，变成拜托的话，他就会送给哥哥啦。就像哥哥拜托他，这个东西就送给你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为什么哥哥都好可怜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哥哥会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说我不要买太多了，然后哥哥还要买。那为什么你可以买？因为我带来这个。那还给我。还给我。还我。我不想要这个嘛。爸爸不是输，谢谢。你今天早晨吗？他们两个人又吵架了，然后你爸爸说你们两个人不能吵架。哥哥的吗？对，送给哥哥。可以先给我一下吗？先给姐姐。我可以。把这个给你的哥哥。你最乖了。那你就不是姐姐了啊。哥哥，你要吗？他不要。就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叫娘吗 ？Hello 弟弟。我不要跟你玩了，我要回家去跟妈妈了。叔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姐姐，你最乖了啊，姐姐。哥哥的错啊！来，姐姐，你就不给粥了啊！你最乖了啊！等我们回家吧啊！爸爸要做饭，等着我们给他们买的东西呢啊！我们得赶紧回家里。爸爸，快等我们去吃饭呢！我们带着东西，要不然他们在家里该等急了。
而且他们的衣服万一又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做了很脏的事情，洗完澡没有衣服穿了。你不是在车上玩的挺开心的吗？还乐了。那我们回家喽，你自己。我觉得你应该想一下，你能这样推你自己的妹妹吗？他们是一，你们是一个爸爸，她是你的妹妹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而且他也错了，现在他已经跟你承认错误的时候，你就现在又不听他的，你就直接把他推倒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走了，就你自己在这里面待着吧。爸，我们走吧。走，我们先上车吧啊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先上车。哎，你是姐姐，姐姐。哎，我就是跟爸爸讲。手指头拔掉了，你还不开心呢？男孩子要让着女孩子的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他还小呢。我开心了。你从哪里按出来的？这里。哒哒哒，砍掉你的手了。你砍我的手呀！你砍我的手吧！啊！全砍断了，扔到你嘴里去！别跑！哇，大胆！你要不然让我就走慢一点。